我们用掌声来欢迎我们下槟榔的美少女们，还有我们青年们哈上台，为我们表演夏季的生活情歌系列。那我们今天来的呢，其实是集结了，你看，就像我们刚刚主持人讲的，我们是一家人哈，由小的一直到老的。那我们今天会来这里呢，也是希望说我们这些小孩子呢，能够跟着我们老人家来看看老人家，听听老人家，唱唱老人家的歌曲。那可能这中间呢，我们是抱着学习，那有一些小朋友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不会唱，但是呢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跟着我们一块到现场来感受一下老人家们的歌曲。因为这三首歌呢都是我们老人家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就唱的歌。那啊，为了配合小朋友，我们中间还包含了一个叫做 TOO 的哈，小朋友比较耳熟能详的，放入了我们的母语的一个歌谣里面。那现在请你们给我们一些掌声鼓励，谢谢。
首歌曲非常的好听。